哇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发生了地震？这地震最少有6级吧？不行啊，得停车，身上的石头都滚下来了。终于停下了，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哎，刚刚滚下来的那颗石头，它的形状很奇怪啊，我觉得很眼熟哎，难道是古董吗？不行啊，我们现在要下车过去看一下，如果真的是古董的话，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啊。哇，它的样貌呢，真的跟它长得很像哎，到底是不是呢？不行啊，我们如果把它放到这里呢，肯定不安全，还是把它载到紧急吧，再确认到底是不是。最近我们乐高城丢失了一座很重要的文物，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把案件给破获，到底是哪一本卷宗啊？哎，就是这本了。啊，要赶紧把这个案件给破获，不然呢，我们没办法交代啊。哎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警官，你出门口看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呢，要上交。是吗？啥东西要上交？带我去看一下。我今天开车的时候呢，突然发生了地震呢，然后就从山上滚下来了一个东西啊，我感觉这个东西呢很重要，所以我就把它给带过来了，就是在车上这个。这样我有点看不到，你把它立起来。好的。哇，这鼻子怎么这么眼熟？不会吧，这难道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座头像吗？有可能是啊，所以呢，我赶紧把它拉过来交给你们了。非常感谢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，一会儿呢，我让庄家过来鉴定一下，看看它到底是不是。好的，那我把它卸下来了，就放在你们紧急边上。好的，麻烦你了。不客气啊。太好了，如果博士鉴定呢真的是我们要找的那座头像的话，我们这起案件呢就破了。不过呢，到底是谁把这个头像给偷走的？博士，你终于来了。霍雷侠，听说你找到的那一尊头像是吗？在哪里啊？你怎么今天骑了一辆摩托车过来啊？那尊头像呢就在前面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谁交上来了？我们找这尊头像呢找了很久了。是一位卡车司机送过来的，他在运货途中呢突然发生了地震，结果这尊头像从山上滚下来了，然后他觉得这尊头像很眼熟，就把他送到我们警局了。啊，地震有没有这么奇幻啊？我们找他找了这么久，没想到他就在山上放着，这不应该啊。我也觉得很奇怪啊，不是，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把他放到山上的？有可能啊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这怎么又发生了地震呢？哇，这家伙怎么一来我们这里就发生了地震呢？刚刚那个货车司机也说是发生地震，所以发现他了。凤梨侠，看来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，注意警戒啊！我怎么感觉这地震呢，就是跟着这个头像来的？不是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保护好这个头像，看看到底是谁在做梦。不是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，有怪物！凤梨侠，你找一下怪物在哪里。我找下，博士，我看到了，在我们的左边呢、啊。那个怪物很大，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创业侠，你先开你那辆带炮的汽车过去砸他，看看能不能把他给击毁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你再过来，我给你放武器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他。你保护好这尊头像。你尽量不要让他过来啊，他明显是过来找这尊头像的。没问题。哇，这怪物的叫声这么大，差点就要把我的耳朵给震聋了。冲力侠，怎么样？你能不能打过他？有点难，有点难。我这辆车子的都是小炮，博士，你给我换武器吧。你撑住啊！我现在在我的白宝箱里面找一找。快点，快点！他朝你那个方向过去了，别过去啊！博士，我发现他走路很慢呐、啊。千万别让他靠过来啊！冲力侠，你过来吧，我给你换武器。车子开过来。好的，好的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博士，你出来，赶紧的，把你的武器放出来。冲力侠，我想到给你放什么武器了，我给你放带双马枪的史蒂夫，你可以下车了，就是他。哇，可以啊，看到你挺酷的。哎呀，他在拆我们的警局啊，赶紧停下你的手啊，别拆了，别拆了，我来了。史蒂夫，举起你的双枪。哎呦，他举起双枪怎么是往右边看的？哎，我们要往左边呢。你别往那边了，好吧，那我转一个方向吧。打你！别翻了，别翻了，别丢人了。这个时候你是很酷的，提着双枪的史蒂夫啊！打他的屁股！赶紧停下，赶紧停下，别再作怪了，别往那边走了，赶紧停下！哇，博士，史蒂夫也太猛了吧！用他的双枪呢，就把他给击毁了。不过史蒂夫也受伤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拿回去维修啊。但是我们的那尊头像呢，应该没事吧？队友还有头像啊，应该不会因为它的爆炸呢把头像也给炸坏吧。我过去看一下头像呢，应该很结实的。头像这样该是没事啊。太好了，没事就好。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到此结束，我是超铁侠，希望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啊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